大家好，我是小薇，现在是晚上的6点。今天探店的是臭漏卤肉，排队的人都已经非常多了。你说要辣椒没有？没有辣椒。就是刚出来4点那会儿的时候就多。哦，你说是4点钟出摊，现在6点多都基本上快卖完了。啊，都卖一个半了。哦，咱这中午不是也营业吗？营业。哦，光是4点到这个到7点那会儿。啊，7点。收。不掉。把鞋子穿上。几豆干买的？您搁这儿干多少年了？6年多了。哦，就是也可以调成麻辣的，也可以不调的。啊，麻辣的不行。那师傅还是那土著味儿。啊，来我这儿。这是鸡。好。师傅是鸡，这是哪儿？这个跳不跳？不跳。要，那是光下午铺摊儿，等于是卤多少肉，就是一卖卖完都。啊，不干。卖完结束，干不收。一般都是7点多，8点左右就收了。哦，上午给家卤肉。啊。上午4点多开始卤。我看就这一片卖猪头肉的也不少，但是就恁家生意最好。俺这一般都是前天儿。这就是前天，这个是后天。哪个好吃啊？前天好吃，好吃。反正买肉前天稍贵一点吧，是前天一斤稍贵几毛钱。听见吗？哎，我呢，你说我吃吃完红肉。啊。排队开始买。这两样味道。你把打仗了。一个体验带了，体验带了吧？给了十块。好，谢谢。看上多放点葱。好。给我要一个猪蹄呗。咱这猪头肉多少钱一个？24。猪蹄的。26。啊。再给我切点猪头肉。哦，再给我切十来块瘦的。来，这我不挑啊，光你切过来。前蹄呗，你不是说前蹄好吃？好，好。好吃不好吃？其实吃猪蹄儿好啊，美容养颜，胶原蛋白多。买猪蹄儿的一般都是买前蹄儿的，咱也不知道为啥前蹄儿比后蹄儿贵，为啥前蹄儿比后蹄儿好吃。